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今次《心歸》呢首歌咧，有徐浩作曲同埋监制啦，仲有 Wyman 大师填词。我自己觉得呢首歌系我 so far 我自己最中意嘅一首慢歌嚟。我喺唱呢首歌嘅时候，其实我系唱到喊。佢其中有一句系话要放低我呢个千人迷嘅身份去追求爱情嘛。咁我嗰下都突然间好 relate 到自己啊，系、哦。如果有一日我真系拍拖嘅时候，我系咪都要放下而家自己工作上 ension low 呢一样嘢？今次《心歸》呢首歌咧，就趁住走 tour 嘅时候就拍埋 MV 嘅。其实做完巡演，即系我如果话唔攰嘅，咁我都系讲紧大话啦。咁但系只要每一次自己做紧嘅嘢，都系一样自己好期待嘅作品嘅时候，咁就嗰个攰其实就唔系真系咁大问题咯。巴黎一直俾我嘅感觉都系一个好浪漫嘅地方啦，我自己冇去过啦，佢系好 fashionable 啦，亦都系好 cozy 嘅一个城市啦。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啱《心歸》呢首歌嘅。今次在巴黎不同的地方拍攝啦，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在巴黎鐵塔的拍攝啦，真的可以很近很近的巴黎鐵塔，雖然我們都是隔著一條很小很小的河仔，很大很靚，因為這個是一個巴黎的一個 signature 的其中一個地方，所以可以去到親身見證著，而且還可以拍埋佢落 MV 度，我自己覺得是一個 bucket list tick 咗嘅感覺啦。拍攝 MV 前一日，我去咗遊覽下嘅，咁就周圍睇下咯，咁都有買咗少少夜機嘅。依個巡演又好，喺巴黎度拍《心歸》呢只 MV 又好，其實我自己最中意做嘅嘢，反而唔係話買嘢，其實最中意做嘅反而係喺條街度行，感受下嗰個國家個 vibe 係點樣在條街上走，你都可以見到很多人不同的面貌啊，他們的做人處事的方式啊，即是我都會很好奇，自己都覺得很有趣，我覺得很好玩。